主料：草菇100克，腊肉100克。辅料：食盐、花生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腊肉切成一片片备用，草菇切开一半备用。先下花生油热锅炒草菇，草菇炒片刻后即可放腊肉一起炒，加入小量水分，盖上锅盖煮一分钟即可。最后再放入一点食盐。烹饪技巧：秋天是吃腊肉的季节，腊肉的搭配也很广泛，可以搭配很多的菜式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